我在跳浪里面呢是饰演一个代班的老师张国伦。同学们好，这个人非常的有趣，每一句话里面呢都会有一句成语。满腔热血，孺子可教，一言九鼎。哦，我怎么这么后知后觉？他也是一个非常老实有正义感的人，不过呢每次都是在追你孩子的时候呢都碰到钉子。我是喜欢你，还不到寺庙你就判我死刑。5月16号星期三晚上10点，请锁定优频道跳浪。跳浪是由美味营养的 Marigold Pure Fresh 和超薄 Sophie Comfort Night 协力赞助。